翻了。哎，有了，去看看其他博主的，顺便看看有没有你们认识的。小黑能给我一样化妆品吗？哈，你想要什么？都可以，你给啥我要啥。我这也没啥了，就是个快铁皮的眼影了，光给这个也说不过去，就把刚买的纸也给你吧。哇，小黑大气，正好这几天我在拉肚子。爷爷，你能送我一个化妆品吗？嗯，可以啊，这个给你吧。谢谢。等会儿又拉肚子了，等我先去上个厕所。哎，这个纸怎么跟我平时用的不一样？小黑，你这是什么纸啊？擦得好干净，用起来好舒服。清风试厕纸啊，它添加了洋甘菊精华，哦，用起来温和不刺激。看着水波纹压花，加上这个恰到好处的湿润度，擦得超干净，能擦去99.9%的细菌哦。秋天肠胃不好的时候，也能保护好自己。确实，而且还不会连冲，厚韧度也刚好，不容易尴尬的破掉。开合盖的设计也很方便，没想到美妆博主还有这么宝藏的东西。妮妮，你可以送我一个化妆品吗？好的。这个给你，你发现的多点。啥意思啊？我头发不少吗？今天的收获真不少，还发现了这个宝藏清风湿厕纸，救我于腹泻之中。下期再试试用这些化妆品化妆。